联想集团副总裁李石从千人一面到一人千面低数字化转型方法论。10月15日至17日，由泰媒体与 Italy 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全球数字价值峰会于浙江上虞召开。此次峰会以转折点从业务数字化到数字化业务为主题，邀请行业内数字化业务实践领跑者分享与讨论数字化与业务的融合共振。会上，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中国首席数字转型官李石分享了联想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以前联想有18条客服热线，合作商需要层层部门审批2至4周才能拿到报价。现在联想统一整合成一个热线，10分钟内就能从提申请到拿到报价。所谓千人一面，就是只管一套物料扔给第三方投放，不了解具体是什么。所谓千人千面，就是打通客户数据，完善标签体系，能了解产品的目标客户是谁，如何投放，